今天是妙阿屋的生日，4月9号，他今天1岁了。然后我想把之前买的各种各样的猫粮，把它弄成一个蛋糕，然后给他吃。他今天肯定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啊，我准备了这个，是他之前吃的一个肉食的一个湿粮，然后他特别喜欢吃的这个猫条，它是 tuna 的一个 flavor， 然后它也很喜欢喝汤，然后呢，我到时候可能也会加一包汤下去，帮我选一个味吧，到时候再选吧。然后我还准备放一些它的干粮猫粮下去，然后里面呢分别有鸡肉还有salmon 的味道，就是两个不同的 flavor， 然后想给它弄一个猫蛋糕。噔噔噔噔，这是最后的完成品了。然后因为妙屋平时的食量也不是说特别大的那种猫，所以呢今天呢就打算给它弄一个非常非常的 small size 的蛋糕吧，蛋糕加双引号，其实就是这个肉我只放了一勺，然后 mix with 它的那个干粮，然后用那个它的猫条在这里写上了 one year， 然后放了一整包的那个汤，他平常非常非常喜欢喝的汤给他。喵呜，咱们穿件衣服怎么样？穿件衣服啊，妈妈给你套一件衣服。头去哪了呀？这件衣服穿上可好玩了。哟，头呢？爪爪呢？爪爪在这。爪爪在这。之前给他买了一件卫衣啊，给妙屋买的卫衣，一次都没穿过呢。妙屋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得穿件卫衣啊，我给你披上。给大家看看喵呜，这头太大了，这帽子，哎呀，喵呜好困哦，我感觉他，真困，不要弄他，你看看他困的时候，我帮他穿衣服，他才不会走掉，好可爱，喵呜终于都崛起了，他，好帅呀，喵呜你的新衣裳，喵呜。你妈妈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，她有蜡烛吗？我没有买蜡烛，但是这个是我的完成品。哇，我们看看，哇，妙屋的完成品，你拿着，先拿着。你要干嘛？不是吧？啊，妙屋1岁生日，正好一个蜡烛。他拿那火柴当蜡烛还是自慰？你要唱歌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妙屋生日快乐。耶，他自己吹的厉害厉害。OK。妙屋，你好吃的。等等。好熟悉的味道 ,What is that?What is that? 哇塞，这世界变了，我有饭吃。好吃的饭是不是？哇，有汤喝，还有罐头哦。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加在一起的哟，都是妙屋喜欢吃的，是不是？
吃饱了就伸懒腰了，是不是？喵呜，吃饱了吗？喜欢吗？你吃的到处都是，继续吃，他说我要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吃自己掉了的东西吗？真乖，喵呜。给大家看看现在喵呜有多大一只了，它从这么小小一个手掌这么大，现在已经变得这么肥了，超级无敌大肥猫，哦，嗯，哦，嗯，都是一岁的小姑娘了。他说我还要吃，我还要吃，那你慢慢吃啦，啊，生日快乐，给你一个爱心哦。噔噔噔，我们来到了 Canadian Tire。然后 Kevin 他想买一个 new set 的 dumbbell， 他目前呢家里有一个25 pounds 的，他想买一个30或者35 pounds 的。然后我想买那个 plate， 然后可以练脚。然后小的这些呢，我已经有一 set 小的了，就够我用就 OK。然后噔噔噔噔，前面的魏先生。我们买完退回来了，还有 dumbbell， 一 set 的 dumbbell 呢是30 pounds 的，然后买了一个 plate， 我可以练脚，然后是35 pounds， 然后大家猜一下，这三样东西加起来总共花了我们多少钱？猜对的话有奖。Come on, baby.Thank you.